将军的陵墓啊，据说李将军剑法极高，能百步穿杨呢。将军智勇双全，威震匈奴，匈奴才一直不敢侵犯中原。及文书。好，情况我都清楚了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是。诸位请坐。刚刚接到加急文书，匈奴10万大军起兵来犯，预计明天上午到达这里。现在请诸位将军来商议一下退敌的方法。这个，我们在城中只有2万多人，怎么能抵挡敌人10万大军呢？要不咱们赶快通知朝廷派兵增援吧。敌人来得这么急，朝廷派兵增援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咱们自己应战了。敌众我寡，怎么打得过敌人呢？所以我们只能够智取。敌人这次来犯，肯定知道我们城中的守军不多，不把我们放在心上，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一点。陈将军，你率领5000人马连夜到城外埋伏，看到城上的狼烟，就从敌人的后方攻击，绝不许有半点的差错。是。你们几位将军连夜布防，准备应战。是。Thank you.
经无路可逃了，赶快出城投降，饶你等不死。投降！一贯投降！准备冲出城市。战役中大获全胜，威震匈奴。匈奴听到李广的名字，就望风而逃，管李广叫飞将军。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